按道理来，台积做天后的亲戚呢，了了得到暑假，但是同时呢，没措施弄做未该损失。就系讲呢，个云林县个西路个天后呢，因自己下路个强攻击，也需要唔负来排序，先来拆解做下尽头虚度。台面自己无呢，没网到搭搭，农民头摊讲损失减两多三成。每雨从十来年，韩国一下朝连年落嚟减个水。不过强降雨，啥错选水饺、排水负唔出，云林市老有几大片嘅农田，因为安样淹水。这块面积将近要100公顷左右，啊，这边的最主要做以水稻为主，啊，这个低线的地区啊，已经淹水淹了十几年。因为两波的这个大雨哦，那也造成了就是稻米上的这个倒伏，然后县内里面各地都有了哈。包括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西螺、虎尾、土库、园长、北港等等，这些地方都有这相关上的状况。包含无抢菜、剃头、报销了等农作物，受损面积超过2亩。云林人种钟立山老提不明台，韩国相关局处首长去现场会看，了解灾损的情形。水稻整个倒伏了哈，啊，叶菜类泡在水里面哈，大概损失会将近2-3成，然后那最主要，我们今天巡视完够，我们大概了解问题哦。我们除了帮助我们农民哈，针对这个农损的部分哈，我们会提出向农委会来提出需求，来争取农民的权益。云林人农业处讲，了下日间地铁条燃油30公顷运水，报销燃油20公顷房贴，无房贴个情形很下多，呼吁农民系公路再损，天朝外先撇上损尽，韩国通报用尽公所礼品，要求办理天然再会补助。下个新闻，李新龙云林报道。